写了很多的诗，所以今天我们请录这个摄像师啊，为大家准备了个特别的环节，就是录一段小视频，一会儿发抖音发小红书。杜甫的望月大家都会背是不是？所有的朋友，我们只背四句啊，我说前两句大家念后两句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，没问题吧？来看的镜头，我念前两句：岱宗夫如何，齐鲁心未了，会当